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再来一遍啊。来，好，摆好啊。一，收回。哎，麒麟步，麒麟步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一、二。注意这个动作啊，一二，要发声，哎，要发声，一二，发声，嗨，嗨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开始，来，嗨。步子要注意啊，不是弓步，是骑龙步，哎，骑龙步。啊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个脚呢再往外一点，哎，往外一点，好，膝盖转过来，哎，转过来一点，好，你看我，你看，哎，看见了吗？要这样，哎，膝盖呢收回来一点，哎，不要放在外面。单指，注意啊，食指边三个手指头要扣回来，哎，像我这样，哎，单指，明白了吗？嗯。手指呢不要打开，那样呢就爪不像爪，指不像指了，哎，要沉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，预备，一，来，哎，好，走。好，嘿，三嘿，好，这个动作在走的时候啊，不要太侧走，哎，往前一点，往前，好，好，来啊，再来一遍，开始，一。注意这个步子啊，这个步子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哈，哎，脚手要同时，哈，哎，要这样子。再来啊，要注意三点，一二三，手到，脚到，眼睛到啊。来，再来啊，来，哎，你看啊，你这个要注意方向，哎，方向稍微正一点，脚过去一点。哎，过来一点，来，走，一，哎，二，三，嗨，你看啊，你身体稍微前倾一点，哎，好的，来啊，注意这个动作一定要有一个形啊，进呢要出去，要出去啊，做这个骑龙步的时候呢转换要清楚，啪啪。一二三，哎，明白了吧？嗯，来，我们再来啊，预备，一，拉，拉开一点，哎，这个动作呢要干脆一点啊，要干脆，啪啪啪，哎，嗨，甩头，嘿，哎，嘿，哎，一定要一下子过来，哎，一下过来，嘿。哎，不能这样子，嗯，这样做的就没有形了，哎，要有气势啊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，预备，一，你看啊，不是弓步，前面刚刚讲过是骑龙步，骑龙步，哎，对了，注意左手单指啊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嗨，哎，好，哎，这一遍啊你练得不错，这个拳上得不错啊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最后两个动作啊，出拳以后啊，收，虚步，敬礼，抱拳，哎，然后呢变马步，收回，好，立正，哎，这个动作呢比较简单，
接下来你呢，从第四段的头开始，练习一遍。练习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注意动作的尽力、步伐和身形啊。嗯。来，预备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抛拳，哎，抛拳，对，好，上步，冲拳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对，哈，好，嗨，好，走。里面呢有一些动作呀，你做的还不是很熟悉，以后在练习当中啊，你要特别注意的是步行，啊，你看歇步，哎，这还是歇步，歇步，哎，弹，啪，嘿，哎，要弹出去一点，对吧？哎，一定要弹出去，如果弹不出去呢，这个动作呢它就做的不对了，对吧？嗯，好，南拳的第四段呢，今天就全部做完了，啊。以后呢，你在练习当中呢，要多多揣摩。Huh?